小编今天来到了广东梅州的蕉岭县，面前这里就是生长在洞穴中的寺庙龙岩寺。寺庙修筑在天然岩洞龙崖岩洞中，故又名龙崖寺，又名龙崖寺。相传为明万历初年由一高僧所建，距今已有400年。岩洞高约12米，宽约20余米，深达50米。走进岩洞，迎面是佛殿，中间塑有三宝大佛及诸佛像，两边岩壁以高低之状塑观音行天及18罗汉，神情各异，栩栩如生。佛堂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，殿后顶壁渐次下垂，洞底有数块下凹成40-50平方米的平地，这里冬暖夏凉，游人在此小憩，有清静舒适之感。有缘刷到视频的朋友，评论区打出吉祥两个字，你明天一定会有好运到来。我是足迹客家，关注我，足不出户带你走遍中国。